撮合一下他和楚楚了呢？你干嘛？捂耳背，听不清，坐近点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就是想靠近裴思雪。你都已经有韩硕了，就应该管好你的眼睛和你的嘴巴。哎呀呀！三公主是成了亲的人，最好与外男少接触。上课呢。嗯，算了，这蠢直男不开窍，我也没办法。陈芊芊，你笑什么？难不成你会？咱俩文化水平差不多，你不会，我自然也不会。那你还笑？听闻三公主近日有所进意，不妨试一试。裴思雪，你就别为难三公主了。谁不知道她斗大的字儿也不识几个？不如这样，咱们赌点什么？要是三公主能押得上韵，那我就去扫茅厕；要是公主对不上来，那茅厕就归三公主了。你就这么笃定我？一定对不上来，你就说敢不敢？不敢，我懒。我押三公主赢，如果三公主输了，韩某替您扫茅厕。是不至于，我要看我出丑，注意都答应啊。不就是对诗吗？所有人的词儿都是我写的，几句诗还不简单？还得稳住陈芊芊文盲的人设，还要对诗，这简直就是困难模式啊！不过要让韩硕替我扫厕所，那就变成地狱模式了。怎么，怕了？怕倒是没有，我想好了。风，火腿，咸鱼，腊肠，乳猪，烤馕，全羊。通。这哪儿通了？火腿、咸鱼、香肠都是风干制成的，而乳猪、烤馕、全羊全部都要用到风箱。这我就要去扫茅厕，我不服。服？我三公主今天对到你服。花糕饼，果子，红姜，香茗，清纯佳酿。通。这哪有花呀？糕饼、果子、红姜饼一般都是做成花的形状，而花茶、花露、花酿就不用解释了。三公主这一句有吃有喝，比起风那句就没那么燥了。不过是一些歪诗，有本事你再把雪和月也对上。雪乃冻冰盘凉糕，雪天可以做。枣泥五仁蛋黄，月圆才能吃。灵气，那就只有辛苦你去扫一下茅厕咯。 Thank you。裴思雪，看来三公主学业上果然有所进意。